今天是2021年12月27号，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的9点06分啊。今天又开工了啊。那个昨天呢，我临牌呢，我的那个右大腿上面有两个点点，他们相隔1厘米。后来我排完一个，昨天晚上一摸，变成三个点点了，三个点点成了一个三角形啊。它的那个大小就像针尖头那么大，但是呢，你如果手捏一下子的皮肤下面似乎有东西，像好像被蚊子咬的那种感觉啊。我们看看那个为什么，这带来什么信息啊？怎么又是个三角形呢？相间隔是1厘米啊，这个时刻我天上看到。那个有飞行器啊，天上有飞行器啊，这边是三角形的飞行器啊，这边有个飞机啊，一个大的飞机，好像民航这个大飞机，这边一个三角形就比这个小，然后人家说了一句话啊，有时啊，眼睛也会骗人的啊，也会骗人的，因为你看到我看到那个三角形就这么大啊。民航飞机这么大啊，这个飞机明显比那个三角形大啊。那么我们认为啊，我们这个认为这个飞机啊就大过这个三角形啊，大过这个三角形。实际上这个三角形呢，要比这个飞机大得多啊。这个三角形要比那个飞机大得多啊，因为那个这个三角形其他部分我们看不见啊，其他部分看不见，只看到中间一个三角形。这是什么东西呢？这是隐形飞机啊！隐形飞机啊，现在已经出厂了那个巨大的隐形飞机啊，当然以前是没有这么大的隐形飞机啊，现在已经生产出来了巨大的隐形飞机，那个巨大的隐形飞机比普通的民航机要大得多啊！比普通的民航机要大得多啊！要比普通的民航机要大得多啊！如果你这样表示的话，这个隐形飞机那么大啊！普通民航机就最大的啊，普通民航机也就这么大，它做出来的隐形飞机比那个普通的民航机大得多啊。它那个技术的关键是在那个油漆上面啊，油漆上面，这个油漆啊不只是油漆那个飞机的表面，是要把那个飞机的每一个部件都要油漆一遍，不然的话你一旦有遗漏的话，那雷达上面就会看得见。有金属的东西在空中飘，那么就露馅了啊！所以现在的隐形飞机啊，如果要占领一个国家的话，你开着跟着几架飞机，直接就冲到那个人家那个机场上面啊，直接冲到人家机场上面就可以，一下子就来了很多人了。当然了，他们隐形飞机要那个要降落到飞机场，肯定是先把那个也有可能要把那个航空控制中心。管制了，不然这么大架飞机，降下来，不过也不要紧啊，因为那个一架飞机的降落都有个时间间隔的啊，有个时间间隔的啊，或者用什么干扰系统让他们，这个就在不在我们考虑之内了啊，这个合理性我们就，不去讲它了啊，我们只讲这个隐形飞机，隐形飞机是，12月18号下线的啊，12月18号下线的，这个飞机啊。这个飞机干嘛的？用来啊，你说要解放另外一个国家，不太可能，要准备用于战争也不是啊，主要是用于干什么？用于总统逃跑的啊，总统逃跑的，那个实在太腐败了，那个布雷里政府啊。他们也知道啊，总有一天，在很近的未来啊，就是会大势一去。大势一去的时候，那么他的那些幕僚，那些我们所讲的什么所谓的那公检法啊，那些都是腐败分子，都是一个绳子上的蚂蚱。那你说，一旦倒台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个布伦利政府一旦倒台了，怎么办呢？那么他们就是肯定已经现在，已经
考虑怎么撤退了啊，考虑后路了啊，考虑后路的。有的人准备乘着隐形飞机，这个大的隐形飞机逃跑的，就没有吱声啊，不吱声，不吱声。那些不想跑的，现在就纷纷提出来，我下一届，下一届我就不再竞选啊，下一届不再竞选了。好像，最近的报道也是说，报道了很多民主党的说，已经不再竞选那些议员了啊，参议员和众议员也好，说要退休了啊。那种人是，他感觉，留在这里总比逃跑出去好吧？总比逃跑出去好吧？当然了。其他的他知道，那罪大恶极啊，罪大恶极是没有地方可以逃的，没有地方可以逃的，那他们怎么样？准备就用隐形飞机啊，用隐形飞机，然后准备好了的话，一下子起飞啊，哎呀，所以啊，应该来说有人应该得到了这个计划了啊，应该有人得到了这个计划的，所以啊，应该有人得到了这个计划了，所以拍了一个片子啊，叫 Don't Look Up， 就是昨天我讲的这个电影呢。我基本上从来不看电影，昨天我看了三遍啊，应该看了两篇半，另外一篇是今天早上看完的。我总觉得这里边引起了很大的共鸣啊，引起了很大的共鸣，引起了很大的共鸣。当然了。这里边那个这么大一件大事，就是我讲到的核物质，什么外星人骑核物质也是个大事，类似过程呢也是有很大的共鸣。但是呢，我总感觉的是共鸣的最主要点不是在那边，而且你们也知道，昨天我临牌的是说，我的大体上面是两个点，我不至于那时候看错了啊，不至于看错看成来了三个点啊，不是。不至于是三个点看成了两个点，因为我手摸的嘛，那个，这挤压掐的，我试试到底是下面还，到底有没有还存在不存在？因为排完以后，后来我把那个字掐了以后也没有字了。但是那个看到那个，有一个在那个原来我掐掉的地方，有差了一厘米的地方，有一个红点点，红点点就像那个针尖刺了一下。那么在原来我掐掉的地方呢？那个皮肤也长平了，但是总觉得，长出来的东西和原来的质地有点不一样。我昨天我在临牌之前，我确确实实看了，反复检查了一个两个点，我怎么会临牌完了以后，今天早上或者昨天夜里啊，到底什么时候发现变成三个点了？我这不知道。我真的确确这确实这个第三个点是。是临牌扣以后才出现的。我也觉得奇怪了，我明明把那个另外一个宇宙的信息表达出来，怎么会都长那个点呢？今天没有表达是另外一件事情啊、三角形，然后告诉我这边一个民航机，这边一个隐形飞机，为什么是这边一个三角形呢？因为我们原来临牌的时候，人家说发现了天上的飞碟啊，是三角形的飞碟，因为。是这个事情，我临牌过两次，都是出现那个隐形飞机。那个隐形飞机呢，是侦察机啊，侦察用的，是飞机不算太大，就没有超过那个民航机那么大啊，没有。但是那个他为了也要让那个地面那个指挥中心上的辨识出来，这是一个飞机，这个是辨识出来这是一个飞机，当然是内部互相通信用的，所以呢，这个露出来一块三角形的啊，其他的飞机比它大。但是没有说今天的比今天还要，看得到大啊，今天看得到，而且昨天那个我们那个留言上看过电影的人呢，而且在美国生活的人说这个就是纪录片，很真实的讲了这个，是很真实的讲了这个。我从今天在看第三遍的时候，第三遍的时候我还在想，这么大一个骗局，在这个这样骗下去，你怎么收场？这个呢，结果就逃跑了啊。逃跑了，这么一夜之间，我头上长了，变成了三个点了呢。今天冒出来一个信息啊，有隐形飞机，有逃跑的计划啊。这个专门造的飞机啊，这个飞机很大，比那个普通的民航机还大，也当然也是个类似一个民航机这些，但大的多，是一个隐形飞机啊，
隐形背剂。那下面一个三角形的标志啊，到底有没有是临界提醒呢，还是提醒我曾经的马上切换到这个隐形背剂上去，这个信息呢，还怎么样呢，我就不知道啊，不知道，反正我就是看那个三角形的点，但把这个三角形的点这个临牌看的是一架巨大的一架飞机啊，就是说你看那些现在那些布莱尼政府啊，他们肆无忌惮的在造假，在打压别人，在这个疯狂啊，还搞了个什么一流委员会之类的，所以人家很多人不明白，你总有垮台的时刻，总有倒台的时刻，你这个造假造下去怎么收场，我怎么看到的收场的结果就是逃跑，就是从昨天的电影一样的。那回过头来，从昨天这个电影也不是空穴来风哦，应该也是应该有人得到这样的消息了，有这样的信息了。毕竟你造这么大一架飞机，总有知情者的，就像那个昨天那个电影里边有那个天文学的研究生，有天文学的博士之类的，你总有一个有知情者在里边啊。作为知情者在里边，今天排的这个又让我震惊的不得了啊，又让我震惊的不得了。每天都在想趁那个最近几天，至少一个星期之内抓到几个让人惊掉下巴的一个信息啊。今天这个信息太让人震惊了啊！但是你也好，随便让他们往哪里逃的话，至少他们还是有自知之明的，不是像他们就是身强在握啊。那么他们已经准备好逃跑计划的话，他们也意识到肯定失败的可能性已经很大了啊，失败的可能性已经很大了啊。现在你们听了这个消息以后，你们自己想象起啊，临牌当中得到的信息大概这样。当然了，这个其他的信息源源不断的也是灌进来，也就是后面的可能发生的事情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，只是还没开始。就像那个昨天我们看的这部电影上面一开始就讲了一个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只是今天还没开始啊，太妙了啊，尖叫大雅啊，太妙了。好，再见啊，先这样啊，再见啊。